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，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，要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大国的合作。中德是世界第二、第三大经济体，巩固和发展中德关系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，对亚欧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重要影响。我们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全方位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，牢牢把握中德是全方位战略伙伴这一共识，携手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。